下边第六个问题，我们讲情志与叙事辩证。苏轼影响影响大认为，先在志为喜，这说的心啊，在志为喜，喜伤心，恐生喜；肺在志为忧，在忧伤肺，忧伤肺，喜生肺。喜胜忧，这是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点，苏轼举头认为：喜则气缓，悲则气消；喜则气象气活至达，融为通力，故气缓矣；悲则心气急，肺中液聚，上下不通，营卫不散，融为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苏轼本身为奚落者，神涣散而不藏，心藏神，神舍外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苏轼《凝然秘典论》为潭中者。尘世之官，奚落出焉。讲心理胜利者啊，苏轼战论为潭中者，心中之功成也。苏轼乔经论为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心厥为心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心得在软，故经云以弦补之，苦泄之。心苦缓，即是酸以收之。心属火，属炎，无固定之形，而性炎上散漫外焰，藏脉而舍血而诸神。肾因水精之悦之，时可。神气内藏而不致散漫无度，即肾在志为度，恐生喜，水克火的之意。潭中即包罗心为之功成而代心行气而之始观。一旦肾志恐不可腰束，则心神外散，则过看而笑不休。即所谓涣散不藏，涣具有惊恐、恐惧、畏难之意，为肾志与肾志恐见矣。心神志看而笑不休，为心闲软之用，无志之物。但用能苦坚之味，不味以坚壁之，故复性厥以能。坚壁之苦味为心之用味，心之体味，云苦泄之。这么一大段，这个大段的听起来挺乱的，但是我们不用一个一个的解释，一个一个解释也费时间太长。也就是我们理解一个什么什么的意思，就是心火事，无论是在体观上的或者情志上的，他所主的一些这个一些内容，都是。互相制约的，互相制约的一个内容。你比如说恐或喜，你要是下恐，肾主惊恐，在惊恐的一些条件下，你的这个肾呢主笑的，它这个心气实则笑，在肾气这个恐惧的情况下，你能喜出来吗？你练害怕再喜，你有这个功能吗？这不会的。你得，所以说他们两个都是互相控制、互相制约的，在情志上，我打这个比方是情志上的，你又喜又害怕，不会有这个，哎，又和害怕了，爹不得喜了，你喜了，你爹不得害怕了，你喜的时候都忘了，把这个害怕的事都去掉了，就是我只是打个比方，在情志方面的事，在别的方面呢也是这样，就是他们的这个都这个脏器的这个脏象的功能是互相协调的。
都是围定了一定的正常的一个秩序，一个限度，才是胜利的。这就体现了心身交互，这个水火既济，这个心身交互这么一个生理功能。如果没有这个生理功能了，你都成病态了。你这个，所以我们认识这藏象的意思，也就在于这里，不一定。但是这个藏象呢，一定要熟悉。这个对咱们大家伙来说，在座的这些人来说，不算个事儿。因为什么？因为这都是那些说过的话，咱们都有这个底子，有这个基础。你看，心识的色相，虚则白，这个事儿恐怕都知道，百分之百知道这句话。所以这个好记，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辩证是忽略了一点，就是说心如果是他们俩的关系怎么摆布，怎么认识，这是我们说需要转变、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这个对用来指导辩证，这是主要的。我也就是说，他喜多加上一个人，我见过这个喜笑不休的人，这个我而且之前还效果不错，就是无故思笑，笑的是控制不住，这就说明他是心气有余，这恐怕这个诊断恐怕我们大家伙是一致的。但是你治疗的时候，是不是心气有效，或者假使没效或者有效？有效，你那考虑是对的；如果你那思路不对，没效，你都可以考虑是不是肾的问题。如果肾气这因为水能克火，你那个肾气过于虚张了，它也容易出现。相对来说，你这个火气都大了，你这个心的这个笑就发现的多一点，一定要考虑这一方面。也就是说，你心呢的像这个实证是不是由肾？你虚了不能治，不能控制它所引起来的，是这样的状况。所以这就给你的辩证，启发了他一个这个辩证的思路，这是我们要提高疗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具体，这个心的这个心肾他们两个器官，这个上线。有哪些相同的这个，当然要比较的话，就是神志或神志相比，你这个管窍或管窍边相比，不要是无可比性的，不要放在一组比。你比如说，我这拿了这一斤重的一斤重的，我这一个长这么长的一个东西，你说这个是一斤多啊，是一斤沉啊，一斤长啊？这个它两个单位不是一个单位，你怎么产生比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有可比性的才能比。比如说这现在你这些肾主惊恐，这惊恐都可以给现在的喜怒、喜悲、喜或悲这两个字可以比较，因为它本来是不可比的，没有比的意义。所以在这一定情况下，一定的情志，这个都讲情志的话。它的情志跟形志相比，它有可比性，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在生理上是心肾是起个调整的作用，调和的作用，是这样说，指的这个心肾相交，这个水火既济，那种正常的功能就叫既济心，这个火水火既济，凡是这个成了病了，你都是水火不济，都要考虑到水火不济的事儿。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原先就，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比如说心肾不交吧，心肾不交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个病理名词，都说睡不着觉了，心肾不交，是不是？心肾不睡不着觉都是心肾不交啊？不见得，如果是当然它有这种类型的心肾不交，那就可以考虑到，是心肾不交的原因造成的。也就是一个兴奋，一个这个抑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兴奋的过度了，抑制的过度过量了，应该随着这个思路三方，可以调整一下，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要灵活一点，不要是固定在咱一个思路上，这就很翻，就等于翻个个了。也跟刚才我说那个是善行和文明的一样，你既然是善行呢，我都得一定要精通文明；是文明了，得要精通善行。
当然，我就说的含义有这个意思，不是唯一的这个思路，因为它是一个面临起始点的问题。今天不讨论那个问题，就讨论这个像这个三大原则这三句话的这个意思，就是生活基地、金木交互、生年阴阳，就这三句话。这三句话它隐藏在我们中医的上项整个上项理论当中，这样的出现这个情况的分析呢，是恐怕历史上诸位医家们他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上来分析这我们的上项。这个新生活事儿，心闲啊，这是心闲然过度，必思损其气，即所谓息伤心。这说还说心呢，神不足则悲，心气虚则过于迟缓，凡受废智之昏，而见甚至之忧于北，忧有忧愁、忧虑之意，北有悲痛伤心之意。二者是因为即意识观念，因为情绪或态度的表现，但互为因果，密切相关，均为心神不收所致。故复兴厥谓，心枯缓，即是酸以收之。而以酸味收其心气之过缓，维护气化之禅，为心之化味。这一段是接说的这个，心为什么是以这个化味是酸味的？就为了收心气，减少它的损耗。因为这个他说其病气过用，这个用力过度了，哪脏器用过度了，伤哪一脏？所以说这个心这个心主软过用了。它就是一个需要一个收，转过去了需要一个硬，这个硬的意思呢，得收，你收它不坚不硬，所以说是这个概念，这么你回自己看就行了，这比较好理解。再是说素问阴阳影响大众为，甚至唯恐伤肾，思盛怒，灵枢本神为恐惧者。神荡谈而不收，心有所意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肾藏精舍志，肾气虚则厥，实则战。这它主要是从神智方面来解释这个心肾的关系的啊。这实际上说是心肾关系，它涉及到这个，因为这个语句的问题吧，它涉及到。意的问题，这个意思的意，涉及到脾的这个五神，这神志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肾也说了，那没说肝，现在它涉及到好几个脏器了。素问通经论为，志有余则腹胀孙泄不足所厥。素问水弱水论穴论为，肾者谓之官也，官运不利，故含水聚水而从其论也。这还是肾者谓之肾之官的一句话。复兴厥谓，肾得在兼，故经云：以苦补之，以甘泻之。肾枯燥，即是涎以运之，是心也生也。肾属水，含水，属阴，性运下兼凝而固藏。藏精生骨，舍髓而逐志，此志是心与神的并，是与心神并列的，它是心之所向，即广义的志。五脏又各有其志，肾在五脏之志中，其志为恐，恐是心神荡然不能对应肾之
兼彼受残，甚精气不能前而随而催随而堕窃，故至无志之中，甚至有余而作惊恐恐惧，恐惧即叹淡淡，这叫淡在这，恐惧则淡，由于肾水之坚壁无怨而独盛，参而不开，这水土关系失调，水寒结实，岁月内则腹胀损泄，至于肝还肾力已开肾开泄器官，故浮云诀曰：为肝泄之，以肝为肾之体位。这段解释是为什么以肝为这个肾的体位，为什么泄肾之用肝。对这一条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中医史上有一句话叫肝无肾无泄法，但是这个在我们浮云诀里不是这样说的，它这个肾呢也有泄法的。这里边读出的比较一个明显的地方，就是说情志方面的这个情志方面，甚或心的它两个这个关系，就是总结了前一段心或心它在情志方面的对立互相制约的这么一个功能。这里边有一个字叫坛子，这个坛子一个说心儿，一个这个单简单的单子，这个坛子它的意思啊，就三坛的意思，它是火的一个特性，火好像没有腰，火顶炎上，气性坛散，这个坛散我们不常用，这个坛散这个词，但是又非常需要常用，因为我记得那年我在潍县中医院的时候，我在病房了，关病房的时候。那病房呢，就是那是省的来统一检查你的病历，看你写的中医病历怎么样。因为当时我写了一个，这个坛子，就是一个说的一个简单的单。我说先坛散，那个同志老同志给我提意见了，说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他实在他不懂那个事儿。因为这个坛子啊，它是指的心火的一个形状，一个性能，火性炎上，因为火着了，我们点上一个火，火都往上走的多，它不会直接往下，火头往下不可能，它都是往上来，或者而且它这个容易扩散向四外扩散，这个扩散力量是无拘无束的这种一种形式，所以这叫那个字那个形状叫坛。摊散，是他没有要求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个意思。他认为那个摊子我写错了，好像是，那次闹个笑话。这个摊子，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病例里边很少用，也不轻用。但是有，我们应该是要来描述心理这个形态的话，这个、可以。也就是可以常经常用到的一个字，这个坛子，它是代表坛散，比较就是没无拘无束的任意的，就那么种特别任性的那种意思，它无拘无束，没有要求性，它往四外蔓延，往上蔓延，它是非常快，这火的特性是这个意思。